天是加拉帕戈斯的第三天，也是第三次潜水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，看看今天能看到什么。前方这个大石头就是我们今天要潜的 Golden Rocks， 这个地方据说能看到锤头鲨，看看今天的运气吧。加拉帕戈斯的最后一天潜水，今天见到了很多的鲨鱼，尤其是锤头鲨，也是非常难得的见到捕捉池，而且非常的近，算是一个完美的收尾。